有些人哦。今天好不容易可以去早一点回去休息。他们说现在才出来。怕我不在、啊，下雨天。有啊，我有时候来看，有时候你不在。下雨天有时候都没有东西，就比较早收的回去了。不知道。
要不要进去里面打网球吧？不知道。打。好早起啊！哎呀，我们都很早起来，打网球打到六七点就回家了。哦，因为比较没有太阳，比较舒服。对呀、啊。嗯。要回家了。哎呀。拜拜。再拉回去，我们再拉回去，但是还有个大门。爸爸再拉回去吗？哎呀。啊，我以为能带回家。没有啊。